基本的挑速度挑慢和就上这个像这个豆啊像那个什么挑的拱角度，嗯，转的越快它那个拱角度出来越好。哦，反正有的时候是用的快。对 对, 对，有的时候用的快，有的时候用的慢。哦，二十八转一分钟大概是什么个速度？二十八。你看刚才那个应该是。咱这时候在32转了，对吧？哎，咱们到快的时候。哎。一般的这个转儿是算慢的。这有点就有点慢，就看人家操作的时候，哎，用或者是蓄料啊，或者是它一般流程很慢。哎。变频器是不能调的这个太低吗？这个赫兹数？嗯，调低，你说就是调的太低，你比如说10赫兹以下。哦，10赫兹以下，是不是就不行了？10赫兹咱还转，这就转慢了。咱这是最高调到这个变频器能调到多少？50赫兹，那个嘛，70-80赫兹。